级汽车。寻找大怪兽。你呢？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块半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大叔。怪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猪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，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惊险飞行，哟吼！开心虎、贝勒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
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笨笨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虫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嗡嗡嗡嗡嗡嗡，摇摇晃晃飞呀飞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向上飞呀飞。好恐怖！轰隆隆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！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！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！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
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莱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在旧城库堡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库堡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了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机器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消失的超级汽车，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火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来帮忙了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借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要注意。有什么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